日本有本雜誌或者係 news 就叫 Oricon 好出名噶啦。喺今年嘅3月14日，日本白色情人節咧就選出男性最想交往嘅日本女星。哇！第幾位？你會唔會識啊？你哋我淨係中意小多洋菜嘅咋。少都有人冇，肯定冇噶，都姐。因為以前佢唔係拍啲嗰啲 A V 嗰啲片㗎。咩啊，都姐，我唔係全部都睇嗰啲㗎。我搞錯，佢因為我寫曬十位㗎啦，我都唔見到有佢有個少嘅，但係冇少到。但呢十個都係藝人，藝人嚟嘅。即係同我哋咧，阿余迪偉嗰陣時中意啲，即係譬如日本嘅明星，完全唔同曬嗰啲。係啦，世代已經完全唔同曬。嗰啲變咗阿婆噶啦。咁所以我咧就夠膽問你哋邊個係第一啦？嗱，究竟邊個係第一咧？咁樣 A 我都唔識啊。橋本環奈有冇聽過？冇。啊 ，good。B 濱邊美波。C 金田美英。D 吉江里帆。边个系第一？写即时我净系写咗桥本斌金吉，系啦，写个字少少少少背景有冇？少少背景有嘅，全部都系而家拍电视剧，同埋全部都系好忙嘅，系我一追亲咧就一定会有呢啲人嘅。哎呀，冇咗阿余公子喺度喎，即系冇人垫底面。真系佢系必输噶嘛，系咪啊？十次有八次半啦。嗰个比率高少少啦，高少少啦。即系我哋做人有少厚道，系咪？即系必输咯。根源你系由我呢边 shift 咗去佢嗰边嘅。究竟佢唔喺度嘅时候咧，就系杰猪输。其实到最唔系嗱咁讲，其实到最尾要埋数咧，佢一定系输最多嘅。你系有一段时间会输，但系之后你就会最输得最少就系你。老细佢真系杰猪真系。喂，话时话，我哋依家咧就直播紧嘅 ，mygongsim.com 就系噶啦。系啊，同埋我有补充，我成日讲错，我响咧桂林拍嗰套戏啊，叫做《花桥荣记》，白先勇先生写，因为年事已久啊吓。O K， 阿嘉兰有同我讲嘅，咁我见你咁有理直气壮，我又唔敢纠正你。系《花桥荣记》，《花桥荣记》就系嗰个铺头名嚟嘅，系做一啲。細細碗嘅面啊，咁樣真係有一間咁樣嘅嘢。Anyway， 呢個你講楊朔嗰陣時，我哋再傾啦。咁而家就首先啊講下問題，因為嗱唔係代表我輸，因為咧余公子輸咗，係啦，咁樣佢唔喺度，咁啊所以佢又冇得問先，褪一個位啫，褪一個位。好中意你咁認真對待呢啲。哇！我唔知係咪空笑啊，大佬，真係好正，都正。嗱咁樣，日本咧有本雜誌或者係 news 咧就叫 Oricon 好出名噶啦。喺咧今年嘅3月14日，日本白色情人節咧就選出男性最想交往嘅日本女星。哇！第幾位？你會唔會識啊？你哋我淨係中意小多洋菜嘅咋。少都洋菜冇，肯定冇噶，都姐。因為以前佢唔係拍啲嗰啲 A V 嗰啲片㗎。咩啊，都姐，我唔係全部都睇嗰啲㗎。搞錯，因為我寫曬十位㗎啦，我都唔見到有佢有個少嘅，但係冇少到。但呢十個都係藝人，藝人嚟嘅。即係同我哋咧，阿余迪偉嗰陣時中意啲，即係譬如日本嘅明星，完全唔同曬嗰啲。係啦，世代已經完全唔同曬。嗰啲變咗阿婆㗎啦。咁所以我咧就夠膽問你哋邊個係第一啦？究竟邊個係第一咧？咁樣 A 我都唔識啊。橋本環奈有冇聽過？冇。啊 ，good。B 濱邊美波。C 金田美英。D 吉江里帆。边个系第一？写即时我净系写咗桥本斌金吉，系啦，写个字少少少少背景有冇？系少少背景有嘅，全部都系而家拍电视剧，同埋全部都系好忙嘅，系我一追亲咧就一定会有呢啲人嘅。全部女性啊！其中有一個咧，佢不是第一，但係就好耐歷史嘅啦。呢個你哋應該識，叫做凌賴遙。呢個實識，但係佢唔係第一。都跌埋都真係。佢唔係第一，係啦。唉，瞎猜啦！冇凌賴遙啊！冇凌賴遙，我話瞎猜啊！我知啊，都唔識真係。斌乜嗰個？你對唔係咁講嗱？通常呢啲咁，你對邊個名有感覺？冇。多謝你迪偉，我唔識佢都有感覺。多謝你迪偉，係都係大家傾下偈啫。直覺覺得係 B 咯。我講埋其他嗰啲名俾你聽啊，真係唔識。係小資風花，你聽過未？未係咪？
福原遥，冇，广濑铃听过啦，有，广濑铃有听过啦。生见爱柳听过未啊？你读唔识读？生见爱柳，永野牙郁听过未啊？冇，咪就系啦。所以呢啲系新生代啊，新世代噶啦。嗱咁咩啊 ？B C 佢嗱，我用一个出问题你做拣中间，系啊 ，B C 接中间嘛，系咪？一齐 B 先 B。B 就是彬彬美波，系咪彬彬美波都好靓噶，有好多剧集，不过唔系佢。佢讲到咁样，唔系 C 金啊，好做叻。C 金金田美英系咪？金田一定啊，金田美英一齐。金田美英好靓噶，系又错，都唔系啊。好再玩云母君，即系桥本系桥本环奈或者系吉冈里法。桥本。兩位都是橋本，咁就錯曬啦！真係吉啦，嗱吉岡里帆咧，喂，你咪有睇嗰、那個？你話你有睇嗰、那個忍者一家哦，嗰、那個女啊，嚇係、啊，竟然係佢、啊，大家嘅選擇咁特別嘅，好、啊、可能係佢喎，心諗靚㗎。所以話嗰、那個，即係如果要同凌麗瑤你咩事？係啊，凌麗瑤，凌麗瑤你見過啊？即係如果我揀，哇，一定係凌麗瑤啦，凌麗瑤啦咁樣。但可能新鮮啊，唔係啊，而家係興咧。是住在你隔離咁樣嗰啲啊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啦，哦咁啊，如果我揀老婆都係揀呢啲，係咪？調翻但係冇諗過係第一啊嘛，冇諗過係第一咯。咁啊真係好咧，即係仲要四個機會揀到最尾。哎，好啦，我哋揀玩第二條啦。好啦，嗱我哋即係嗱喺整蠱專家入面咧，即係周星馳係跳舞啦，周星馳係電影嚟嘅。OK， 咁啊跳舞嘅時候咧，咩周星馳係電影啫？即係周星馳有套電影叫整蠱專家，佢入面跳舞，因為錯曬我鋭氣，諗住攞一分，衰鬼咗。咁咧佢入面有一个 part 咧就跳舞喺间酒吧入面，咁佢就沙哩孔巴戏呀戏咁样，咁到底沙哩孔巴系代表咩咧？你知啊？我睇你个样，俾分你咯，我望一望都知咯，俾分你咯，冇分你咯，嚟嚟，岂有此理？咪真系唔知啊！哎呀死我今日实输啦！我可唔可以唔？我你去完桂林咧？我转问题，搞到你乱晒啊！你实知我转问题，唔系唔得冇得转啊！喂，边有得转噶？死啊！开心啊！咩事？呢龙虫你都讲出嚟咯？唉，好啦，各种嘅名种骆驼名。B 亲爱的人 ，C 仙人掌，定系啲神嘅名咧？快啲 KO 我啊！快啲啊！唔，我真系唔系好知。扮嘢，你讲先啦。即系你两个都知啦。唔，大家冇分，我唔讲。你讲，我唔讲，我真系唔知。我唔知噶，系啊。沙啲空白气热气，系嚟自一首歌咧。邓丽君。沙啲好快气咗，喂呀！喺个断头台度又唔落头，斩落嚟，快啲啦！估紧你知咩？知系咯，好衰你讲啦，唔系真唔知啊！呢首歌你先个样系知样嚟噶，唔系啊！嗱，你系咪想陷害我？你两个唉，搞唔搞？但系呢首歌系咩？成吉思汗嗰啲嚟噶嘛？系咩？系咩？系咪啊？即系蒙古歌嚟嘅，新疆啊，新疆歌嚟嘅，咁应该系骆驼有关噶咯。我唔敢啊！你都要估噶，你唔敢都要估。仙人掌，喂，你攞分赢啊！而家神名啊，唔系沙龙，唔系而家唔系神名嚟嘅。你话咧？你我唔话，你话我唔识啊！我跟你啊，咁你跟我啊？你两个一个人话事噶喎，骆驼咯，骆驼。我真系唔识啊！话俾你听，我意思系手你真唔识定假唔识噶？真系唔识啊！点解你觉得我哋会识咧？佢话我佢个样啊，我望到即系呢首歌系好熟嘅，我未研究过佢系乜嘢，即系除非你识嘅啫，我就真系唔识啦。我真系唔识噶，我你唔好跟我，如果唔系嗱我唔好嚟骆驼啦，咁样嚟骆驼就骆驼啦，骆驼系咪名种骆驼？错系咯，我都话我真系唔识。咦，我又开心翻喎！黐线。有得玩啊咁，咁点啊？沙哩孔巴戏，咁一系真系中意嘅人，亲爱的人，亲爱的啦，系啊 B 啊 B 啊，亲爱的，亲爱的人系咪？系啱啦，换翻你唔系真系知头先呢个样好衰啊！真系唔系睇翻片啊，余力伟嗰个死人样，我咁哎呀憎到死，我谂住首歌唔好话死人样咩？你真系猜过你下啫，都上次唔系上一次死问嗰次好笑，佢坐呢度咁啊，佢问。佢問咩？埃及獅身人面像，埃及獅身人面像，係誒爭一樣嘢冇咗，係咁我同佢聽，
梗系避啦。我直咁样望过嚟，望过嚟嗰度，佢好得意噶。咁简单嗰条问题，死啦！唔知佢会唔会听翻嘅？你听翻都系咁。冇人听翻，但系佢一定好多人话翻俾佢听，好多嘢。佢觉得嗰样嘢佢唔识咧，你哋就个个都唔识噶啦。咁样话，冇讲出嚟，冇讲出嚟。我哋由佢摆喺个小盒子入面。OK， 我讲翻少少啦。咁当然即系佢其实呢一句《Sally Humbai Hey Hey》咧，其实系嚟自即系1968年啊。咁啊，邓丽君嘅歌曲入面。帮我搞一搞后面个掣啊！一阵你做乜嘢啊你？一阵帮我扭一扭后面个掣。你温暖徐小粉啊嘛？嗰个语言模式啊，OK， 好似嗰啲机械人咁啊！你帮我扭扭啊！咁跟住咧就呢句说话其实系用嚟表示欢迎同埋问候嘅。咁啊，而 Sally Humbai 咧系代表亲爱的人嘅意思嘅。OK， 好啦。点会谂到骆驼嘅你？咁样佢谂住系即系嗰只嘢啊嘛，系啊，仙人掌你唔拣。佢會睇我都唔明白，你而家揾仙人掌喎。跟住你話，目前世界體積最大嘅生物體係咩嚟嘅咧？咩叫生物體啊？你係動物啊，抑或生物？生物，植物又得咩得？植物得即係 organic 嘅生物體。即係佢能夠長到最大，定係依一刻佢最大？存在，存在。我知道，但我意思話。嗱咁噶嘛，譬如有啲人有個説法啊，你龍蝦唔殺佢嘅話，佢地球咁大可以，都係佢暫時存在噶啦。即係我哋可以揾到嘅，係啦，係啦，我哋而家就揾到佢，佢話哇，佢係最大啦。即係佢揾到只龍蝦，哇，原來咁巨型噶喎，咁樣。好，咁但係 A、B、C、D 裏面啊冇龍蝦喎。唔知 A 菌類 ，B 深海魚類 ，C 菇啊，我講錯咗，藻類。扣翻好唔好？点样啊？你边样啊？而家系深海啊，又话咩啫 ？A 系乜嘢啊 ？A 听住 A 菇类，菇 B 深海鱼类 ，C 藻类 ，D 深海鱿鱼。鱿鱼，深海鱿鱼系啦。咁奇怪嗱，两好明显类似嗰条路就系两植物两生物啦，唔系即系两个动物啦，系咪？深海鱼佢个范围好大，都只。但是深海睇先，深海咧而家有啲落到去好落边，都系好似好细咁样啊！原来你都要搞搞，就系啊，我都要搞搞个 channel 先得。咁啊，你传染啊，讲乜鬼啊？真系，好似好细咁样样。咩好细啊？系咩？啲鱼系啊，佢系咪冇乜嘢食咧？响下边。其实我对于海洋。少少認知就係、是、你嗱、啊，佢你有嗱有隻魷魚好大嘅，咁佢最好得意嘅就係抹香鯨，你聽過啦？咁你知佢就係食一種魷魚嘅，而呢種魷魚基本上冇乜反抗能力嘅。咁、你食咗佢之呢只鯨魚食咗呢條魷魚之後咧，成年唔使食嘢啦，黐線啊！佢咧嗰個嘴定唔知眼啊？我驚我記錯。咁就喺佢胃入面消化唔到，最尾变成麝香，就变成最值钱嘅嘢，系咁样嚟嘅。咁但系你话边样嘢大啲，我觉得冇可能鱿鱼大啲啊。如果鱿鱼大啲嘅话，咁佢鲸鱼就食唔到佢啦。所以我用呢个方向谂嘅。佢深海喎。系啦，我系佢哋都好深噶，佢哋都好深噶。佢唔系啊，佢之前嗰啲四啊米、三十米，顶尽四啊米啊嘛。哦 ，OK。咁我所以我会交叉咗鱿鱼先。鱿鱼交叉。咁嗰啲咩咧？菇类、菌类咧？所以系向反而我上翻陆地啦。呢两藻其实藻类有机会都喺海度噶。同埋系啊，藻类即系而家所谓呢个季呢个时期啊，就系话睇个海度见到啲荧光嘢咧，夜晚就系马尾藻咁样，即系话呢个时令嘢睇嘅。系咁，但系你话个藻其实咁一定可以好大噶，你成棵嘢咁，成片咁样嘅海洋都得啊。但系啲菇我又未听过可以成片喎，系嘛？咁所以我会拣藻类先。好，藻类。再揀個，分析咁多原來廢話，剩之好啦，剩翻個菇同埋深海咩鬼話？深海魚類同埋魷魚，唔係深海魚可能爭啊，包咁多嘢，唔係咯。咁佢揾到嗰一條，哇！真係咁巨型嘅喎，咁咯，可以咁講。喺我去地球度啊，直播室揾到個人，哇！咁雞啊！咁啊，你頭先先話，佢仲要係生存緊嘅喎，即係佢唔係化石啊咁樣。菇类你话冇咁大啊嘛，但系会唔会有好大顶噶，成间屋咁样噶？我跟翻你个意见，因为我先衰咗，讲几分钟嘢，原来我问啫，我未知啊。深海鱼，深海鱼太大范围，系有啲衰嘅，其实即系你唔知边条啊嘛。如果你话有个名嘅话咧，咁我可能会谂一谂系唔系，
但系冇咩啊啤，望下你啫，望下你啫。啤我谂有天使啊，菇类菇类啊，试下菇类，冇得试噶啦，系啊系，唔系就唔系噶啦。好啦，你菇啊，我菇类，菇类，一人半分。Yes， 好在我攞四一分。听住啦，我呢个菇好得意噶。它不在地面，它在地底少少，但原來巨型得好教慣。1998年嘅時候，美國俄勒岡州發現嘅，叫做奧氏物環菌。它佔地咧係890公頃，即係5.6公里嘅長度，而且它唔係菌嚟嘅，佢咧係等於咧佢一嚿菇，佢個面積係等於1665个足球场。哇！係啦，重這個可以住入去啊！嚇，佢帶佢地底嘅，重咧係35,000吨，壽命咧大約估計咧係2400至8650岁。長命過你喎，好多好多，你係你咁而家我有一分，你有一分，你半分。商业电台节目精华日日放送，即刻 like share comment， 再喺 YouTube 揿个钟仔订阅啦！想随时随地听翻精彩节目内容，快啲订购商台节目重温啦！